光复中学，风起云涌。高喊308口号，目标就是拿冠军。卫冕军光复高中篮球队今年力拼队史首度308，征战前校方，特别举办了誓师大会，要带着全校师生的满满祝福前进小巨蛋。吉祥物蓝圆带头跳战舞，希望全队队员以满满活力迎战。而说到光复高中的夺冠传统重头戏，绝对是抛弃重量级教练陈定杰的桥段。回顾起过往两次的经验，陈定杰说，就算当下害怕，但为了冠军也是甘之如饴。当下感觉很害怕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那种自由落体的感觉。对，那我觉得每年这样子抛一次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刺激心脏，刺激心脏。今年还想被拍吗？对，当然绝对是想要再被拍一次。一个人举蛮危险的啦，只是全队一起举的话，我相信没问题。胜中主将林恩宇、周宏伦和谢明俊都是高三毕业生，同时也肩负着延续夺冠的重责大任。三人也都希望在最后一年的 HBL 战场能够不留遗憾的画下完美句点。就是挑战我们308吧，就把我们自己该做好的事情做好，就会往那目标迈进啊。享受吧，只是要。就是体验一场球的感觉，不要把胜负看得太重要，就是专注在当下。虽然参战才9年时间，但光复高中连夺2年冠军的亮眼表现，已经成为各队在争冠路上的头号强敌。光复高中前进小巨蛋，力拼队史308，希望能写下校史新霸业。民视新闻纪云黄兆康新竹采访报道。